今天呢，只要出货15个，就送一张摸彩券。三十个商品出货的话，就送2张摸彩券。除此之外呢，主持人今天带来了2位散财小公主，来，散财小公主跟大家挥挥手。我们今天的老板请我们来败家，我们所有的货不过年，全部都把它出出去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只要你想要夹任何的东西，夹不到我要给你，你就挥挥手，我们就来帮你们放枪位，保证大家好夹，好不好？好耶，太好了！现在呢，欢迎大家移动你们的脚步，跟着我们的散财小公主们进去到我们的夹娃娃机的地方。今天呢，第一个摸彩时间就在我们的7点准，就要开始摸彩了。欢迎大家呢移动你们的脚步，到我们的夹舌点亲子乐园来开始进行夹。如果是说呢，任何想要补枪位的地方呢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散财小公主来帮大家补枪位。那你们帮我往里面移动，看到谁夹超过3次夹不到的话，先笑他，然后呢帮他放枪位 ，OK？